大家好，我是小贺。最近会开始更新北京十三陵系列的视频，聊聊明帝陵的规制，还有墓主人的一生。公元1368年，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，到公元1644年，李自成进入北京，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。明朝一共276年，先后有16位皇帝，除了建文帝下落不明外，其他15位皇帝的陵墓保存至今。如果加上明太祖朱元璋追尊的江苏祖陵和安徽的皇陵，还有嘉靖皇帝追尊的湖北明显陵，明朝一共有18座帝陵。明朝皇帝中啊，除了明太祖朱元璋葬在南京外，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外，还有景泰帝朱祁钰葬在玉泉山附近外，其他的13位皇帝都葬在天寿山这片区域，也就是明十三陵。天寿山被选为皇家陵区是在永乐7年，祖陵就是明成祖的长陵。明帝陵在陵寝制度上和秦、汉、唐、宋时期的帝陵，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秦、汉、唐、宋时期的帝陵是以覆斗形封土为陵，或者是依山为陵，但从朱元璋孝陵开始，明帝陵都是以圆形宝城为陵。还有明帝陵的神道不像其他朝代是笔直的，明帝陵的神道是弯曲的。其他朝代的帝陵在陵区的设计上，还有地面建筑等等方面，缺乏有机的整体联系。而明十三陵虽然也各自有自己的地面建筑，比如陵门、陵恩殿、明楼，还有宝城等等，但长陵的神道后来成为十三陵的总神道，还有陵区的石牌坊，这样的设计使陵区的地面建筑形成了一个整体，这和其他帝陵是不一样的。明十三陵也是历朝历代帝陵中整体保护最好的。那为什么明十三陵没有被盗呢？主要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明朝晚期农民起义军破坏过康陵、昭陵还有定陵，但没有全部破坏。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也没有对明十三陵进行全面的破坏。第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清朝对明帝陵进行了保护。清朝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，也为了协调汉满关系，清廷决定对明帝陵进行保护和修缮。清朝灭亡以后，对明帝陵也采取了保护政策，所以明十三陵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，尤其地宫。聊到这儿，有些朋友肯定会说，定陵呢？这个问题啊，探访定陵的时候再聊。除了陵寝制度，我个人觉得十三陵最大的魅力就是地宫中的墓主人。这13位皇帝啊，都非常有个性。表面上看他们，尤其明宣宗朱瞻基以后的明朝皇帝，不务正业，天天吃喝玩乐，而且宦官也是最张狂的。但其实明朝的皇帝啊，都非常聪明，无论怎么玩，皇权仍然在自己手中。明朝的皇帝们，不管在史书中定义为明君还是昏君，这些皇帝，每一人的人生都堪称传奇。这几年，我们一起走过很多帝王将相的陵墓，也感受到了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。当我们了解历史人物后，会发现一个问题：尽管世事变迁，尽管沧海桑田，人性却始终没有变过。无论是贪婪还是向善，几千年来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历史是可以帮助人成长的，就算在历史中有些正史的记载存在真实性的问题，比如明成祖朱棣对一些事情进行了隐瞒，其实这些事情也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。关于明十三陵每座帝陵的选址、陵寝制度，还有神秘的地宫、墓主人的一生等等，都会在正片中和大家详细的去聊聊。会带大家从明成祖的长陵到明思宗的思陵，去感受大明帝国200多年的兴盛与衰落。